还说你没在种树。第一题 ，ESG 代表什么意思 ？East environment。对。然后 S 是社会责任，就是对，答对。Government。第二题，请讲出三座台湾的山。玉山、阿里山、雪山、阳明山、哦、对，大屯武山。第三题，请讲出三种树的名字。榕树、台湾榕树、樱花树、荔枝树、芒果树。哦。第四题，生产出十三类树脂需要砍几棵树 ？A. 三棵 ，B. 六棵。十箱的 A 对，要看十箱六个，好，我答对了。我先听一点。对。第五题，台湾若要造林达成碳中和，需要种多大面积的树 ？A. 六个一零一 ，B. 六个台湾 ，C. 六个歼十三。六个台湾，刚刚有讲，而且是种满的树才有办法。没有人，没有房子。对。没有。那就没有我们嘞、欸。没有啊。大家真的是要检点检看一下。对啊。第六题，植树节是几月几号？三月十二号，答对，好厉害！还说你没在种树。第七题，讲出三个你爱护地球的环保好习惯。搭乘交通运输工具，带水壶，然后自己带环保的餐具，用载具种树。啊，种树真的很重要，而且我们今天第一次体验，就是帮助排碳。哦，因为夏天快到了，很多人都在用那个防晒。那现在有一些海洋防晒，或者是它就是可以穿日晒的那种冲浪的衣服，对，穿多一点防寒衣。对。